哇，漂亮漂亮，这个地，真的。这边就是槟城的新街，郑和要害在这边。啊，一个很出名的印度餐也在这边，那里有介绍过的。这去那个多村喝茶。哦，今天没那么热闹，我平时很多人哦。卖什么都有这边，你可以过来看，槟城古迹又多，文化保留又多这边。啊，这个印度灯我拍过了吧？你那开始排队了，这么多人。这一家，这条路就是新街，下来这一家，多春咖啡，还有位置坐吗？有位置坐吗？对，啊，上来上来。哇，还有拉客人吗？古老啊，什么颜色？啊，这些不错。哎呀，叫青柠啊，柠檬，柠檬 ice， 呀。Nanti. Minum dulu. Ya lah, selamat lah. Baik. Sekarang kan jalan lupa. Puyang. Dosun. Di Singjie, tu beri. Sangat orang jelaskan. Bincang dong situ pukul. 拉面很多选择，有1、2、3、4、5种。是，自己做了。对。那先帮你开包是吧？哇，这吃很多东西。对面。帮你开，你看。我们是登嘉炉人了，吃拉斯勒玛长大了，接下来试看槟城的拉斯勒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哎，你不要动我，我一动人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先试，真的是不一样感觉。不同，不一样，不同。可能各州的味道不一样。啊，你看，它只是有鸡蛋、酱油纸、一点糖吧，这样子不了，不一样了。味道不一样啊、哦。
比较华人的地方。嗯，是啊。你们加面包也可以的。面包不要，你饱要吃不？看我面包吃。炸鸭。炸鸭。可以两个 mix 两个餐。对、欸。炸鸭。嗯，要一片吗？会很饱嘞。安利想问你开药，你们自己做了哈？嗯。啊，你给我一个是 mix 的，开药跟牛油。还有一个面包了，啊，面包，面包了，烤还是蒸？啊，要真的是烤了，烤的哦，烤的烤的，烤的面包还要把这一份的，啊，谢谢你，对。罗鸳鸯，罗鸳鸯，安迪，我帮你拍哈，哎呀，安迪自己做了，哎呀，嗯。就这个哈，啊，整个环境很有 feel 啊。可以可以。啊？我这里超大。啊，我知道。没有关系，可以可以。我是怕我看到我自己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递出来是冰城的面包，嗯，那海鸭不是很甜，海鸭我们自家做了海鸭，如果是真的不同味道哦。OK， 可以啊。看一下你。放面包不会很甜，真的不错。就分这边吧。好。下一集见。